你自己尝了吗？尝了一块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去除了大部分的肠的腥味，但是我保留了一部分。我觉得保留了一部分肠的味道，才知道你吃的是大肠。你是有意把它保留的吗？是清洗的过程中我留下了一部分。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是故意的。